更是佛教会也协助市政府办理慈善工作。恭喜我们的市长莅临，来人掌声不断来继续出来。高雄市佛教会全体生熟市众总事会尽心尽力协助高雄市政府办理慈善照顾工作。我也要代表高雄市政府把咱在场所有的信徒的代志跟所有的贵宾把大家来致意，很感谢咱高雄市教会可以说对咱高雄市政府每一边所有的市政拢高雄市佛教会，甲咱做足济帮忙，甲咱市政府的市政，做足济足济的鼓励，而且对咱的志明长老带领咱高雄市佛教会，安尼久长以来，会使讲是会守着咱佛祖慈悲的精神，对咱足济慈善事业，拢帮助市政府。但是政府做无共，拢是咱的宗教团体做足济，我是来足感恩。陈菊市长表示，高雄市佛教会捐赠消防车，提供高雄偏乡地区医疗的救助。在103年高雄发生公安气爆，高雄市佛教会也捐款200万，协助高雄市政府安置灾民。高雄市佛教会发挥佛陀慈悲济世本怀，救助社会弱势民众不遗余力。时方新闻杨玉岱、简玉玲高雄采访报道。